冲主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我想要询问一下，我上一次丢的交通违规检举。你是要找那个王警员对吗？对对对。不好，稍等一下哦，他跳进来了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那个通话可以，我这边可以做单，做录音对吧？录音。对。录音什么？就是我想要询问一下那个交通的部分。你是检举人还是我是检举人，我是检举人。就我上通案号，我先查询。好好好。三点吧。112-1031。1031。03350。03350。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。好。你是先生吗？对对对。你提供一张照片跟一段影片，你说检举这台货车骤然变换车道，对 ，B 车吗？它骤然变换车道，但这个算不算 B 车的话？你骑摩托车吧，它有方向灯，然后它把你，就是它根本不，我看它没有确认它右后方有没有来车，然后它就直接变换车道了。你那时候你有没有明按喇叭示警啊？有，有哈。那因为坐了变换车道的话，如果说你说有这种行为，通常如果对方申诉的话，你可能要提供你检举人资料，然后走行政的程序去走。如果他提出申诉的话，因为这个罚蛮重的。那请问这个坐然变换车道的话，它会检举成立吗？坐然变换车道突然之间变换嘛，然后他也没打。如果说他没打算突然变换车道，然后直接逼迫他车让道，这个行为当然就成立了。他是有打方向灯，但是他没有让我注意到他有打方向灯，他就直接切过来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个他是会注意。左方左后侧来，左方来车嘛。我是在他右侧。右侧。对。因为注意右侧来车嘛。对。那我在看这个影片，他其实，因为他是双白线，双白线过来，后来后续，后面都是，这个地方也是虚线。你要坐完变换车道的话，这个有点难度啊，因为它是慢慢的切过来。那你有按喇叭鸣示意了，对，它还是硬要切过来。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因为路边有一台违停的货车，那张有违停举发了，但如果说当下的状况真的不 OK 的话，我是想就是。如果比较严重的话，可能就出车祸了。就是这样，应该算是以迫近的方式迫使他人让道了吧？你还是有行驶你的车道啦，只是说他真的是逼迫了，就是他行驶的距离是对你来讲是蛮近的啦。对。我就觉得他也是从也不是他超车行为的话，他也是，我在想说用哪一个法条开了。好，因为你如果说他坐了没有车道，无论来讲他没有打方向灯，然后直接切过来的话，那应该就有算成立了。但是他是有打方向灯，然后慢慢切过来。超车部分的我是可以帮你举发啦。好，47条，它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，在行驶右超车会保持适当之间隔啦。超车的时候应该就是后方超车的话，应该先鸣按喇叭或后行车显示灯光超车灯光。如果前车无状况的话，无正当理由，他就直接切超的话，这样子也算啦。那我就这个部分来讲，我是觉得他开47条是比较适合啦。好，那今天因为我们举那个违规通知单有举发期限啦。所以说是10月31号的案件还来得及开，那我今天把它排出去。好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好好好好，拜拜，拜拜。